那么附魔法会主起功德主一切一般随喜等不同级别的报名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你这个问得好，是钱的区别。主起给的钱是最多的，对不对？那么功德主给的钱就少一点，就是少，功德主的钱就给的少一点。一般随喜、哦、报名啊随喜啊，那就是更少一点的。那这个是这样子的，看你自己的能力、你的需要、你的能力。其实我们讲功德是没有差别，只是你能力有的话，你可以多做布施；能力没有的话，你就布施少一点。甚至于你自己也是很穷困，那就不需要，但是仍然是有功德。这个区别在于钱多钱少，但是功德是一致的，只是你的布施的，你想多一点布施，中等的布施、大的布施、中等的布施、小的布施，没有布施，一样是有功德的，只要你跟着修法。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答案。